2023微博电影之夜年度进取演员陈飞宇。宇会怎么诠释进取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陈飞宇。我的名字中间有一个飞字，然后我认为进取也是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飞跃，然后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。谢谢。谢谢飞宇，期待你的新的作品和角色。